灯节是什么节日？灯节又称元宵节，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时间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。元宵节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受到重视，汉武帝正月上新夜在甘泉宫祭祀太医的活动，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。从唐代起，元宵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，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。元宵节是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，主要有赏花灯、吃汤圆、猜灯谜、放烟花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。此外，不少地方元宵节还增加了耍龙灯、舞狮子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扭秧歌、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，